好，那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phrase 哦。那这个简报的方式有非常多种，对不对？那大家一般最常见的就是用什么？微软的 PowerPoint。可是你用过那样之后，因为大家都看起来都一样啊。老师用的范本也常常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大部分用内建的比较多嘛。所以换换口味，事实上简报不应该只有局限在就是那种方法。那这边呢？您如果要了解一下我的基本资料，在这里有。好，那你关键字底下，我真的有买关键字。他这样多少钱？啊？买关键字多少钱？看别人点多少次啊？因为 Google 的是用点击的啊，所以你有曝光不代表说一定会扣钱嘛。就是你有看到，那如果你有点，他才会算钱嘛。对对对对，所以他不是说你有那个有曝光就一定要收费这样子。好。那这边是我的部落格跟信箱哈，那如果老师待会上完课之后，您觉得有问题，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咯哈。好，这边简报方法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第一个我们刚刚有申请账号，对不对？好，您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，我先稍微帮您整理一下，就是在这边哈。如果我们一般免费的，就是100 mega， 那您现在看到这个 Free， 它是属于线上的简报，也就是云端应用嘛，所以你当然就是在网络上，就只要有网络能够用就可以编辑，不用软体。好，那免费版本呢，它基本上就是简报，你只能设为公开的，也就是说大家都可以看的。那如果您是教育的哦，就是您的账号是 EDU 的，有500 mega， 虽然也是只能线上编辑，但是呢，就是你可以设为私人的。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你觉得我这个我自己私人用就好，我不希望公开的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有付费版本的。付费版本的话，它就等于是教育的教育的这个部分，因为有些一般人他没有学校的账号，那他就是一个月付大概$5啊，去取得这样的空间，可是也是线上编辑。那如果你是 Pro 版的，就是更进阶，贵一点点，可是你可以在就是这个所谓的有桌面版，你就不见得说我一定要连上网络，它有软体你可以直接用，那空间也再大一些。其实说真的，它的空间没有说很大，所以还好，除非你有上传的是那种影片或者是音乐啊，那个才会变比较大。一般我们的图档啊、文字啊，其实都还好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，那我们再往下看哦。好，您看完之后，我们先来看看别人的。好，有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，您可以参考一下。您可以从这边直接抄链接过去，也可以像我现在这样，就是我已经先把它都准备好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。就是说如果说老师发现说我现在网络比较慢啊，或者是可能我不方便接到网络上的，其实这个地方您可以看一下，我有把它放在我们这边。等一下，这里哈，我把它变成离线的，所以我只要解压缩出来就可以用了，不用上网就可以用。有没有？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打开用了。好，那您看到这边这个已经进来，我其他的我也顺便先点一下好了哈，待会会比较快。OK， 我们先来看这里简报，除了你现在看到这样子，哇，还在跑。OK， 内容我们不用看太多没关系，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 YouTube 哦。有没有发现有声音的哦？跟我们一般简报感觉比较不一样吧？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用过那个心智图。心智图有吗？其实就有点类似心智图，也就是说我的所有的想法，我都已经把在整张里面把它做好了。那我去 run 不同的点。所以其实平常像我在规划课程，我大部分都是用这个 SMI 心智图。好像我们这边我先简单的用，那么其实像在
这个夏令营啊，我会先去思考一下。好像这个这边，这些都有给我们软体。这个软体啊，这个 S 卖的也是免费的。哦，也是免费。对对对对对，它也有不用安装版本。哦。嘿，其实老师今天给大家的软体里面呢，我都有放在这里，都有放在我的云端硬碟上。这是我的部落格。那也可以到你。对对对对对，您可以到这边有一个免费软体下载区，只有放免费的，没有放没有盗版的哈。那你进去之后呢，这里面我有帮你做分门别类。嗯。那您可以看哪一个您要就直接抓下来，绝大多数都是不用安装，只是我把它做一些整理这样子而已。哎，这个是老师如果有需要的，您可以到这边看。另外呢，就是在我在 YouTube 上。有那个教学频道，嗯嗯，哎，就是我们有就是研习的，我都会把它整理起来，好，所以其实像比如说像我们讲那个录影教材的，这个是在中正大学，嗯，这在中正大学，那我会像右手边你现在看到的一样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这个，这里总共十段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我会把它就是像在这边就是哎研习的一段，然后这样分开说明。那你就可以比较方便去跳主题，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真的一次录影，比如说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你好几个主题混在一起，谁那么厉害的时候知道跳到哪里是下一个主题？好，所以这个大部分我会像这样把它稍微分开。那一般来讲，就是说这个录影的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，应该就要最长超过10分钟，精神就不是很集中；超过15分钟，就直接关掉，不用再看了。好，所以大概是像这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还有，其实它里面呢，我把它稍微往后退一点点哈，实际上它这个已经放得很大，我把它往后再退一点点。那是不是以后我们去上课直接上网就好，连什么东西不用带？对啊，如果你网络很顺畅的话，假设你不顺畅，就是像我刚刚讲，可能就是你要把它下载回来。以我现在来看，这个是有点钝了。对啊，真的这个有点钝。我们那边的教室更严重。那一般来讲，其实应该是不会那么。你老师有发现到有没有？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不是像这样？嗯。它事实上就是把所有的主题跟老师，因为用过心智图的，所以会比较清楚说，其实它就把这个里面都是每一个都是主题。我有安排这些东西的，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架构。那我再一个去跳。那么比较特别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里面。除了看到文字式的、图片式的，你也可以把影音带进来。嗯，好，声音也好，音乐也好，像这个的话也可以，您可以先看一下，这个档案就比较小，比刚刚那个小很多。好，所以它在 run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速度是不是比较顺畅一点？对，你也可以抓图片啊。好，然后再来像这样子。因为其实现在说真的，老师我们上课的内容可以不变，但是教的方法要改变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希望说同学可以多了解嘛，多去认识，对我们这个课程有兴趣，就是你要去改变一下呈现的方法，让他觉得说，这个有好玩的，有没有？所以他虽然看起来好像放很大，可是事实上不会因为这样，然后就觉得好像不清楚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这个。还没出来，这个可能还在跑。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回来这边哈，我就继续往下看。好，你看到这边好。刚刚应该是先有一个这个，好，那才是后面这一个。好，那看完这个之后呢，您大概应该对这个简报有点了解了，对不对？有一点点概念，至少你看过别人做的。它网络上其实你还可以找到很多很不错的哦。啊，比如说您就到它首页上之后，它有一个 popular 的，就是比较热门的，你可以从这边去探索一下这个，好，去探索一下说，别人做的。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？你会发现
这样子去看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说，哎，原来用微软的那个简报方法还真的很自私，因为这里完全都不一样，哎，完全呈现的方法都跟你所看到不一样。有没有发现整个简报的风格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不是要老师从此不用微软的简报，只是你多一种呈现方法，好，多一种呈现方法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看一下你要开始做这些的时候，你应该准备哪些东西？因为毕竟老师要整理简报的资料，那简报资料里面除了说文字式的，你还会需要一些其他的软体来做辅助，比如说老师有刚刚有看到有没有很多简报会有抓荧幕上的画面，荧幕上的画面有时候还是会需要，对不对？好，或者影像处理的、照片的处理啊，所以这里有两块，这两个是在做那个照片的处理，还有抓荧幕画面的。那老师呢，现在你抓回去的里面就有这个软体，好，就有这个软体哦。我们先老师看一下，好，您从这边进来之后，这两个都不用安装，在这边，一个叫 PicPic， 荧幕截取，一个就是下面这个影像处理。所以待会您可以把它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，里面有一个这个调色盘，你点两下就好了，点两下就可以执行。那么执行之后呢，它会在哪里？在您的这里，有没有发现执行了之后在这里有一个调色盘？有看到哈，在这边。那这个是抓荧幕的，等一下我们会跟老师用。那 PhotoCap 也是一样，里面就有一个小鱼子，点两下就会执行了，就会执行了哈。那我先把画面还给老师，老师先找一下，我们待会呢再来继续往后面看说，哎，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几个可以用的哈，包括了像这个是，这个是做如果老师的上课的内容比较多照片的话，你除了一张一张看以外，这个是做成 Flash 的那个播放程式也可以用啊，也可以用哈。那上面这个呢是就是我们刚讲的，就是它的这个线上 Press 简报的，就是有用软体方式呈现的，它叫 Desktop， 好 Desktop 哈。那另外这个呢叫做抛弃式信箱，老师有用过抛弃式的信箱吗？没有，你都一用用到底。哎呀，眼镜都知道要用抛弃式的，为什么信箱不用抛弃式的呢？没听过，怕联系的公司吗？你老是用自己常用的，就会常常收到垃圾信啊。嗯，就在用学校的啊。啊，你看，难怪学校那个负担这么大。你了解意思哈？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所以我先把后面还给老师，好不好？来。